我这个人没什么优点，就是记忆力特别好，这辈子别人对我的好我会记一辈子啊，所以我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说过的话，只要讲一遍我记得一辈子，我都不会忘记。所以能够跟随在老师身边，基本上也会原汁原味100%的把老师从第一天见面到第五天见面怎么塑造的这个孩子，这几天到底是哪几个点让这么一个明星的孩子有什么样的转变啊，原封不动的叙述解读给大家听。所以如果此刻你没有睡着，你还没有瞌睡，恭喜你，这是最新的一手资讯。那全程5天都在亲眼所见这个孩子点点滴滴转变的啊，这个世界上也就只有在下了。所以如果没有睡着的话，各位就做好准备。那我们在要分享他之前，我要先请永富大哥放几张他的照片给大家看。那么他最早出道是6岁的时候就出演了中国一个儿童剧叫《巴拉巴拉小魔仙》啊，里面扮演的是混血小公主贝贝的故事。那同时呢，他后来又参加了《超级女声》我是歌手等等的综艺节目。他妈妈是把他在美国出生以后带回了中国，然后在美国读的高中，中国读的大学，疫情之后呢又回到美国完成大学。所以这个孩子呢是混血儿的面貌，但是他的中文基础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基本讲话和中国人是一样的啊。那因为真的是非常漂亮，而且也是很有才华。他自己作词作曲，然后演唱的一首歌叫香奈儿，这个歌叫我知道啊，大家上百度云音乐都能找到。那这首歌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被点播订阅超过 7.8 亿次啊，所以各位不是78000次，也不是780万次，是他自己的歌曲已经被播放了 7.8 亿次，将近8亿次的播放量，应该来说是非常成功有才华。到底有多漂亮呢？然后到底他的这个歌是怎么样的呢？我先请永富大哥帮大家放一下，我们先对这个小美女，这个小童星有一定的概念，然后我们再来讲她这5天是怎么被老师塑形、转变、定位、打造，变成一个领导人的。那我们今天要请永富大哥先放一下她的照片，还有她的这首歌《香奈儿的我知道》啊。看吧，这么漂亮的小童星，这个要怎么去带了？我见到她以后就感受到安利有多好。各位怎么看？我也不像大她16岁啊，她才是。怎么上大3啊？然后那个，哎，我要坐一起就看，这个比我小是一定的，但你说比我小16岁，看起来也不像嘛，没有啊。OK， 我们大家去讲说这个小朋友是怎么来的，这个过程中老师是怎么去做的，各位这段就非常重要。就我们去回顾老师去带他的这一段，我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今天要学，是因为今天老师展示所有的天花板给我们看。如果老师连这样的天花板的人才都能留下来，那老师的做法就是最好的教法。所以我很佩服老师。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的团队，很多其他的系统还会去搞什么社群啊，甚至搞什么这种批量化的生产。可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跟着老师，为什么老师是世界第一的老师，这个重点非常重要，是因为老师今天永远做的是点线面的动作。老师把一个最难带的点和最难改变的事实先做出来，然后老师永远不是只带新人，老师也永远不是只带领导人，老师会去带着我和咪咪去配合这个新人，既把新人留下来，又把这个点打通。那后面老师又带着韩姐和吴艺姐去配合这个新人，所以老师做给领导人看，用领导人的事实去激发新人，所以老师的点永远是点带线。那如何从线到面呢？今天老师5天打造一个小童星，这么专注在超凡的一个故事。今天这个故事青岛团队已经30多万人在讲了，那吴艺姐、郑老师这2天的团队也在讲，那不就是几百万人同时在听到老师的故事，知道老师的做法吗？老师的一个动作可以让几百万人相信，可以让几十万人行动，可以让领导人更加坚定信心和目标。请问今天老师的教育不是最有效的吗？是因为老师的教育真的是贯通化，点线面垂直贯通，打通到每个人的任督二脉。那很多的那种做法，什么批量化、直播化，什么模式化、什么社群化，这些领导人都不做榜样，叫只讲道理，听也听不懂，做也做不到。可是今天老师的做法，我得帮各位去解读。我们不是说老师要请那个$300的咖啡，不是说老师要去买那个爱马仕，是老师的动作背后的核心概念是什么？是老师的这个精神里面所包含的秘诀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做得到的哦，这个就厉害了。此刻没有小花花吗？此刻不是应该刷起一个小花花吗？OK，那各位，我们第一天老师是怎么去带这个小女孩的？老师是先认识她妈妈的，她妈妈就叫易璇姐。刚才各位有看到个照片，她妈妈很漂亮，是当年深圳的杰出青年报的封面。她爸爸是个外国人，所以呢，她妈妈就很苦于怎么去教育这个女儿。那女孩子呢，她又很优秀，又当小明星，所以其实她自己是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价值概念的。她妈妈就一直觉得女儿不够好，叫不够听话。但事实上呢，人家很棒啊，就像我们凡凡也很棒啊。这个东华姐讲说凡凡，以前是小朋友，我们团队都一直觉得凡凡同志陆凡凡很棒。那么雨飞啊、段姐啊、兰飞姐都讲说凡凡是我们团队90后的好榜样的。所以有时候妈妈觉得孩子不乖，有可能是要求过高啊，不太懂得怎么和孩子沟通表达。所以他妈妈的这个形容里就讲说啊，他过去和他妈妈吵架，他女儿很直白，他女儿会直接指着他妈妈的脸让他妈妈滚，他妈妈说我气呀，气到想去抓着他的手指给他掰断掉，然后讲说让妈妈去滚。啊，我一听，小童星又很漂亮，又混血儿，然后又跟妈妈打架，讲说让妈妈滚。我当时脑海就想，哇，这个女孩子很难搞，那这种女孩子要怎么讲安利？这种女孩子要怎么讲超凡？好，所以你就看到老师怎么做的？老师和新朋友接触的重点永远不是去说道理，记不记得各位？有一个重点，各位记下来，老师做人处事永远让别人先舒服，再让别人佩服，先让别人舒服，再让别人佩服。老师是先让他舒服，再让他佩服。所以老师在见到他之前就去了解，他妈妈其实对他要求很严格，从来不给他钱，说女孩子要靠自己去赚钱。所以这个孩子出去打工，他妈妈就说我不给你零用钱，那你自己去赚钱，你能赚100美金，妈妈配比再给你100美金零花钱，你能赚500块，妈妈就给你500块，你不出去打工，不自己养活自己，妈妈一分钱都不给你。所以他就知道这个孩子很蛮艰苦的嘛，虽然长得这么漂亮，都是要靠自己。然后老师在和他见面之前就跟他妈妈讲说，你呢拿1000美金给这个小朋友，说是老师给他的礼物啊，让他自己去买一个他喜欢的礼物，因为老师不晓得送他是什么，不晓得送他什么。那是不是让这个孩子首先感觉到老师在示好示弱，而不是一上来说，哎，你要来见我，我是世界第一的老师，有多少人都见不到我，你知道我的成就吗？我现在给你一个时间，你来见我。老师没有这么讲，所以他妈妈把这个钱给到这个孩子以后，就讲说，你一定要来见老师，你一定要来见老师，你何德何能收到1000块钱？那人家小朋友直接就讲一句话，妈妈，你不要道德绑架我。你不要道德绑架我，我不欠陈老师的，因为这个钱不是我去要的，但是老师给我这个钱是不应该的，我感恩陈老师。换句话说，你不要逼我去听课，你也不要逼我去见任何人，我很反感，因为我不欠任何人的。哦，人家讲的也没错，也有道理。所以老师在见他以前，先给他1000块。各位，我们今天身边讲很多的伙伴的孩子，很多伙伴的先生，很多伙伴的父母，很多伙伴的另一半很难带，有很多阻力。我们是怎么做的？啊！你去给我见陈老师，你去给我见韩姐，你去给我去青岛，你去给我见我的领导人，你去给我见兰飞姐，你去给我见江红姐，你给我见段姐，我们都是这么讲的啊。有一场大会你要去，请问你有在这之前让别人舒服吗？你有在这之前让别人感受到我们的是好是弱吗？你看，老师是为世界第一，在见他之前先做这个动作。那你拿不出1000美金来，你带个小礼物，你能不能让别人舒服？我们可以吗？所以我们在和老师跟的过程中很过瘾啊，就像那个张怡宁讲，我和你一握手，看你一眼你就知道你自己输了。我们是跟老师在一起，看到老师的点点滴滴，我们就找到自己的落差。同样一个新人，如果交给我们去带，在好多个路口已经死翘翘了，各位说是不是这样子？一定是。所以我们在越跟老师越觉得很过瘾。但你这个跟，你是要带着目标去跟，你这个跟是要自己做过，有经验有对比，你才会过瘾，不然你就是像我过去一样就很被动，填鸭式，只是去跟，不能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所以你时时刻刻带着目标去跟，你就在想这个人此时此刻让你讲你讲什么，让你带什么，让你做你做什么。哇，就感觉到老师厉害啊，全是细节，哇，厉害厉害。然后呢，第一天的大会是我去讲课，老师当时就跟我讲说，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这次老师排咪咪做主持，排你做主讲，就是讲给她和她妈妈听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啊，也没来见我。我后来见到她，我就对上号了。第一天我就看到她，但我不知道是她啊，我只看到人群中有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哇，外国人嘛，长得像洋娃娃一样，然后个子又高，然后呢穿了个高跟鞋，她走在我前面入场。我对他的印象是什么？他没有转身哦，他整个背影，他全身都写的我很叛逆，我很不爽，是那种抱着膀子走路，然后咯噔咯噔咯噔高跟鞋颠，然后但是那种人群中散发的那种傲气和气质，就是我很不爽，你们都是我妈妈的朋友，和我无关，但是我是被动来的，我很不爽，我很不耐烦。他第一天哦，我看他背影都写着三个字，我不爽不耐烦。那第一天学完了以后，老师紧接着第二天就带他和他妈妈和我和咪咪一起喝咖啡。我很佩服老师，老师的美国的大会300人，老师没有出现，但是老师为了这一个女孩子，老师可以陪她一整天，一整天都是老师在讲。所以你就看到老师永远不做面线点，老师永远做的是点线面。所以我们刚才会觉得说，老师这样一个一个带，一个一个带，忙得过来吗？带得过来吗？什么时候能成功啊？可是今天老师我刚讲了，老师带的时候永远是带着老人见新人，做给老人看，做出事实来，让核心领导人有感觉。今天我们把这种感觉和事实再把这个过程分享给大家，全团队几十万人有感觉，几十万人有突破。你请问老师不是做的最快的吗？因为老师不是把一个想法和项目告诉大家，老师是把一个天花板级的事实去展示给大家。此刻再刷起热烈的掌声和小花花给老师给喊起啊，了不起啊！那第二天老师就带着我们去到那个叫纽约的广场大饭店。纽约的广场大饭店被誉为什么？叫做世界最高级的饭店，世界的名利场。在这个饭店里是奥黛丽·赫本、伊丽莎白·泰勒、玛丽莲·梦露徜徉的地方。在这里是甲壳虫乐队下榻的宾馆，是国王、贵族、皇宫、亲王、大臣、使节、外交官、明星必须要来的地方。100多年的历史，在这里有无数的银行的并购案，有无数世界上政客的参选，有无数过去人们对于世界顶流的向往，都发生在美国的广场酒店。所以广场酒店有句名言，在广场酒店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是不重要的，连他用的盘子和咖啡的壶，这个牌子叫百图，这个百图的牌子有3个忠实粉丝，是俄国沙皇、法国拿破仑大帝以及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是这3个皇族亲用的品牌才能出现在那里喝咖啡。所以在那里喝一杯咖啡2100块人民币，我们6个人喝一场咖啡，喝了12000块人民币咖啡啊，12000块人民币6杯咖啡。关键是中间的那个棕榈大厅，你订都订不到。所以你说这个地方，我不是去不了，我是根本不会想要去。我觉得喝一杯咖啡还好吧，有必要吗？那个大厅还好吧，有必要吗？可是你看，老师就是细节，永远让我们走进高品质的生活，永远让我们对好的生活有感觉，永远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从安利而来，但是今天安利让我们成功，我们也可以走进世界最高雅、最高品位的生活。那个饭店可真的是像很多人讲5星级酒店，不是你想进就进的，你不一定敢进。那个饭店门口随时会碰到明星，而那个饭店是真的，门口是有4个人会拦住你，说先生，你是住在这里吗？如果不是的话，是谢绝入内的。换句话说，你连进去看一眼的机会都不允许。你讲说我在里面有预定咖啡厅，它是会让你出示预定函的，那个预定函没有提前2个礼拜你是进不去的。那哪怕你讲我是要进去喝咖啡，人家看你那个形象和气质，不用咖啡店，不用里面的酒店，门童就有机会谢绝你入内。哇，在那里老师带着我们，人家喝咖啡2000块钱一杯咖啡，限时1个半小时，喝了超时还不让你喝。老师在那里一坐一下午，那个服务生的领班讲说，陈老师不是一般人，说能够为你们服务我很荣幸。Anyway， 这都不是重点。好了，就在那天，他妈妈，老师是约1点钟见面，但是实际上老师呢，你看永远把新人放第一。老师不是说让新人到了，说你到了告诉我我再去啊，因为我是世界第一。老师是说我去等你们，宝贝，我去等你和你女儿。所以老师11点就到了，然后他妈妈12点到，他女儿1点到。他妈妈来的时候就皱着眉头，很难过，皱眉头都快要哭了，讲说我就在家跟我女儿说，老师在等咱们，时间改了，改到12点，我们要赶快出发。他女儿说，你们这是什么成功人？成功人这么没有规划吗？对于约会说变就变，没有时间概念吗？说好1点见面，凭什么12点见？他说这是我的老师啊，老师是世界第一。他女儿讲句话，这是你的老师，不是我的老师。你要改时间，你现在就去。我呢说好1点钟去，我不会迟到，但是谁让我早到，门都没有。哇，他来以后，他妈妈就说：“我女儿不懂事啊，老师是何许人也啊？他怎么这样子啊？哎呀，很失礼啊！我这个女儿最叛逆啊，我要把她指头给掰断。”你看他女儿来之前，他还这么讲，我就在想，哇，肯定是那种娇滴滴的小仙女啊！等一下要讲什么了，这这那那的。而且我没想到他女儿来了以后，然后老师就跟他讲叫人生观、价值观嘛。老师一来就示好说：“宝贝，你好漂亮哦，你比妈妈讲的还漂亮。哇，宝贝，你其实你很乖哦，你比妈妈讲的乖多了。你看你都能听得懂老师讲话。老师最喜欢和你们这些00后的小朋友讲话。你看这是韩石哥哥，这是咪咪姐啊，她是什么背景？她是什么背景？然后你就看到老师是那种是好是弱，老师是那种让人舒服的、让人佩服。老师永远是选择他喜欢的话题去讲。”然后讲给父母的礼物，给子女的礼物，给朋友的礼物，给家人的礼物，最后是给给孩子的礼物。然后讲到这些礼物，他就很认可老师的观点。那我就看到老师的经验，因为老师不是自己讲嘛，他也会让咪咪讲一段，也会让我去讲。那我去讲的时候，我要去印证老师的这种经验，我就讲布雅大哥团队的故事，讲伽马曾州大哥的故事，讲助人嘛，改命嘛，我去讲金星姐的故事，因为都是年轻人嘛，讲金星姐团队关宏大哥的故事，讲过去是搬砖头的，给他看照片，现在是做安利成功，开他和小白菜看路虎的轿车，然后去那个釜山电影节。那你看老师就很有经验，老师马上就接过棒子来，因为我讲的都是很平凡的故事，他就是老师马上就是要补上一个天花板的故事，就说韩石哥哥讲的这都是地板的故事，但是在安利呢也有天花板级的人物存在。老师就讲那个花旗银行的瑞山大哥，他是花旗银行的副总裁，没有几百万美金的项目是他都不需要去接手的，而这样的人都要来跟老师学习，所以他就知道老师身边又有天花板又有地板。但是老师最重要的是锁他一个观点，说宝贝你不要着急，你现在不能做，但是你要学安利事业，是懂了再去做，是从了解开始，所以你不要有任何的压力，你只要和老师在一起，老师好喜欢你。各位你看是不是老师永远拿走别人害怕的，老师的命题永远是把安利拿掉，但是把价值、把教育、把人生把生活方式展示给他看。这是他见老师的第一天嘛，就是他实际上是超凡大会的第2天。然后老师呢就在那个叫广场酒店，然后喝完咖啡以后，旁边有个珠宝店，老师就进去看珠宝，展示给他看嘛。然后呢就看到一个绿色的没有一点裂纹的翡翠，然后那个翡翠呢讲完价差不多25,000美金，老师就把那个翡翠买下来。买下来以后，美国有个退税的概念，就是你要把这个戒指寄到拉斯维加斯去，不能当场拿，它才是免税的。然后老师跟他讲说要当场拿怎么办，然后那个店员就说你要把你身上的一个首饰给我，我把这个首饰寄出去，就相当于说是这个原件寄出去了，但其实你可以对调嘛。那老师也不能寄啊，因为老师身上本身戴的那个都是爱马仕镶钻的手镯和戒指，那比那个贵多了，怎么办？这个时候这个小姑娘我觉得很棒，他马上就讲说老师你把我的这一对耳环寄出去，我的耳环不贵。然后老师说宝贝你耳环多少钱啊，怎么可以把你耳环寄出去？这个女生说我耳环10块钱而已。哎，你看这个女孩子一点也不虚荣哦，很有自信，那10块钱就直接讲我这个东西就是10块钱，没有什么好傲娇的。然后呢老师就说宝贝那这样子，老师花100块补偿你这个，因为你这个戒指10块嘛，老师给你100块。她这个女孩子讲说不要老师你陪我一下午是不应该的，你还请我喝这么贵的咖啡，300美金一杯咖啡，我怎么可以再要老师的钱？哎，她这点老师更喜欢她，马上又带她和她妈妈我们一起就去了纽约爱马仕。在纽约爱马仕，老师马上买了一款最新的500美金的耳环送给这个女孩子，最新款的白色的那个白贝母的。各位有没有看到老师是怎么做安利的，或者老师是怎么做人的？老师讲了一句话，宝贝，从你们来到老师身边，老师只会让你们的口袋越来越多，不会让你们的口袋越来越少。这个女孩子拿一个10美金的这个耳环给老师，老师还她一个50倍500美金的耳环给到她。我们不是说要带伙伴去300美金的咖啡，要送500美金的爱马仕。请问你有没有让你的伙伴觉得是一个大气、正气、勇气、格局、布局、结局的领导人？所以我觉得老师就是让人喜欢第一点，让人感动第2点，做到让人惭愧第3点。所以人不跑心不走厉害。那当天晚上的时候，老师又继续带他妈妈呀，带他一起喝咖啡，吃牛排。从当天晚上见完面，说宝贝，那你今天和老师在一起一整天，你感受最深的事情。他说老师，我感觉你人太好了。那我妈妈讲说她的老师很好，你比我妈妈讲的还要好，你比我妈妈讲的还要好。然后呢，他妈妈就讲，老师讲说宝贝，那你要来拉斯维加斯哦。他妈妈说宝贝，你去拉斯维加斯，妈妈给你买票哦，你明天一定要来学习哦，因为明天就是第三天的超凡大会嘛。哦，然后他就讲句话，他说老师你放心，我明天一定会去学习，我明天是一定会去学习的。我妈妈在让我见到老师之前，她绑着我去学习，我都不要去。明天我妈妈绑着我不让我去，我都要去学习，是因为我真的想走进老师的教育和老师的生活。第三天超凡大会下午的、晚上的，她就从头到尾都有听。然后这是不是就是3天的接触啊？第一天是没见面，他去听我的课，老师给他钱嘛。那第二天就是见面喝完咖啡嘛。那第三天就是他自己去听课嘛。那是不是一般我们带人就带到这里？我在讲，我可能带人就带到这里。接下来就讲宝贝，你要去拉斯维加斯等等等等，然后怎么样？紧接着老师第4天哦，纽约300多人，老师都不见，老师就继续带韩姐、带吴怡姐，带着我又约这个 Chanel 和她的妈妈见面。我就很佩服老师的排兵布阵。我跑到南通的时候，我们第2天带伙伴去爬山啊，我就想，我如果带着雨飞的甜甜，那我就要带着星星的航宇，我带着星星的航宇，我就要带着星星的笑容，我带着雨飞的人，我就要带着琳达姐的人，我带着琳达姐的人，我就要带着韩姐的人，我带着韩姐的人，我就要带着韩姐的大市场，我带着韩姐的大市场，就得带着大市场的小市场。本身爬个山，最后去了40-50号人，你说谁是重点？谁都不是重点，谁都是重点。40-50号人，他讲一句，他讲一句，谁也没讲一句。但是老师呢，重点非常明确，就是这个Chanel。让我的分享，让吴怡姐的分享，韩姐的分享，就是去影响她，留下她。这一个点通了，我信了，韩姐和吴怡姐信了。今天把这个故事分享给青岛团队30多万人，超凡几百万人，我们都信了，会了，做到了。太轻松、快乐又震撼了。我那个山爬到一半，琳大姐那个新人走了，那爬到一半，张三李四王五没讲两句话，爬到一半我还很累，边爬山边喘还边讲。最后50个人谁也没讲两句，最后下了山，大家记得那天是啥吗？谁都不记得。但是老师呢，叫我们看到什么叫做7天法则，什么叫做紧密盯人，什么叫做锤子一直盯，什么叫做对他好就一直对他好。又把他约到广场饭店，我就跟他讲，你记得吗？广场饭店的那句话，发生在这里的事情没有一件是不重要的。你们是最重要的人，老师才会带你们来广场饭店。那你们是最重要的人，所以同时老师才会带你们来2次广场饭店。又在那个棕榈大厅，又那个300块钱一杯咖啡啊！我们那天带他去几个人？去8个人，喝咖啡喝2500美金乘以7，15000块钱买了6杯咖啡，就为了带他和他妈妈。那个时候才有刚才各位一开始看到我的那段分享，是老师讲给老师的一个学妹听，老师做电话教学讲给他听，其实是讲给现场的每一个人听，讲给他听是让大家的录音发出去，讲给全世界的每一个宝贝听。那我很佩服老师，请我讲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段录音会被发下来给老师。你知道老师讲句话吗？韩石讲的真好，韩石的这段语音，我不是讲三分钟还是5分钟，老师说他本人听了10遍。老师听我讲话听10遍，我整个人都晕掉流汗，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讲的乱讲啥。老师说听了10遍，然后发到老师世界各地所有的群，并且点对点，我看发给刘大哥，发给台湾的电影明星白嘉丽，因为我帮老师修手机嘛，居然发给安利中国的总裁于放总裁。哇，好震撼！你说老师是不是懂得借每个人的力？老师是永远懂得自己先去做带动，把我的那个语音听10遍，然后老师讲句话，韩石讲的真的好。第4天见面的时候，韩姐配合就去那个广场饭店给每个人买了一个本子，一个笔记本嘛，就说伴手礼是在这里买的，那个本子就100块美金啊，700块人民币啊，然后就给咪咪啊，给到他。老师讲话，这个宝贝 Chanel 就开始记笔记了。哇，我刚开始看他记笔记，以为他是不是在那边做样子，做记笔记画小乌龟嘛，我就在侧眼瞟瞟瞟，就发现人家是1笔1画，真的记笔记。老师讲话，他记了5页纸，好认真。他妈妈就跟他讲说，宝宝，你一定要去拉斯维加斯学习，不管机票多贵，妈妈给你买机票。第二次见老师哦，第4天他讲句话，妈，你不用给我买机票了，这个机票钱我会去出，这个机票钱我会打工去赚，因为这个钱是你交的，这个态度就不诚恳，这个钱是我交的，我去了才学得到东西，这代表着我对老师的尊重和态度。哇，哎，人家是自己作品7、8亿传送量的歌手，是6岁就上电视的小童星，是那个长到我觉得选美哦，真的没有问题啊，因为我坐在那里很近，我就这样看，皮肤很紧致，长得就像假的娃娃一样，整个就是白白的，又是金头发，然后一直在微笑，讲话是那种彬彬有礼，所以阿妈讲说她很叛逆，要抽手指，一点看不出来，就是那种大家闺秀，让人很舒服的那种小女孩，一点没有傲气。而且他讲说，我妈送我任何包我都不要，因为那个包给我口袋空空，我提那个包我很低能，我很难看。你像一般人对老师的爱马仕眼睛都发亮，他都不懂，就代表他身边没有这种浮夸的圈子，他不交这些朋友，所以他不在乎那些包是什么。问他，那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他说，我想变成一个像陈老师一样有价值的女人，是如此的完美，是如此的有人生的价值。他们在拍老师的包，他看都不看。可是我讲老师助人的故事，和当年老师第一次做到 EDC 捐款，把年终奖金全捐掉。我说一个人有钱有爱心捐款叫乐捐，走的时候捐款一分不留叫裸捐。一个人借钱都要去捐款，这个人都有多大的爱心？他做一个动作，他拿出手机在录音。我讲老师讲的那个在澳门被骗的故事，最后乌鸦滴血感动老天下一场雨，老师讲说，让这个人骗我吧，如果我是他这辈子骗的最后一个人，那他会改邪归正，我就救了一个人。他说世界上怎么有这样的人。他听完我讲话，拿录音笔下车就跟他妈妈讲，他说我很敬重老师，老师是我心中女人最大价值化的表现。第4天，然后那你说一般见完面就算了吧，老师第5天又约他和他妈晚上一起去吃牛排，白天没见面嘛，他下课要来吃。那天牛排馆是很吵，然后他坐老师对面，坐我旁边嘛，我就看到他有专门把昨天那个笔记本又带来。各位，如果昨天那个本子给他，他是逢场作戏，因为不记不好看，大家都在记。可是第5天他在带着本子来的时候，就证明这个孩子的内心已经完全定定自己是领导人，已经完全被老师所去影响。所以这5天的这个女孩子的变化，影响到她妈妈感动的就像东华姐一样，影响到她妈妈感动的就像琳达姐一样。那你说今天老师不是最神奇的教育家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尊重老师的经验，向老师学习？就像那个泰国的那个头版头条写的，东方来的智慧大师苏格拉底一生都要听1次的演讲。而今天我们不是一生听1次，我们是可以有机会像这样子配合老师，为老师做事，跟在老师身边，帮各位哦，我这个是人生摄影机啊，一分不差的帮你去翻译出来。那我们要不要听听这个她妈妈讲的把手掰断，这个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她发给老师语音的第1次的那个分享。那个老师说，我喜欢这个女孩子，因为她讲话不是像我们这么流利嘛，不是像我们这种也在训练过的领导人，她是那种紧张在乎断断续续，但是是她的处女秀。她给老师发的第1段的感受最深的语音，我们要请永福大哥放一下，让我见证一下老师的功力以及的这种成熟和改变啊！永福大哥放一下玄妙的那个感受的语音。陈老师好，我是玄妙，我是香奈儿。我就是睡前了，然后一直在回味老师今天讲的所有的东西，然后就是想发一个语音跟老师表示一下感谢，因为我真的非常感谢老师啊！这几天带我吃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给我买耳环啊，最重要的是啊，给了我这么多的知识，这么多的哇金句，然后还带我认识这么多优秀的哥哥姐姐们。然后看到大家，我每个人我都好崇拜，好欣赏。然后特别是老师您，真的我以为这个世界上啊找不到像老师一样这么善良，哇，这么完美，这么十全十美的人。但是真的，你真的让我超级崇拜，我真的超级崇拜老师。所以由衷的表示感谢，然后希望我以后也可以成为像老师一样有影响力，然后优秀、善良、高尚、成功、自由，就是完美的一个女人。然后你真的启发我很多，你也启发了好多无数的人。对。然后谢谢老师，老师早点休息，然后晚安，然后期待下次我们的见面。自由、高尚、完美无瑕啊！启发了那么多人，启发得了我。各位，你听她讲话哦，这是不是一个来老师身边3年的一个女孩子啊？这来老师身边3天啊，和老师见2次面啊，所以我们对老师的经验是服啊，叫折服啊。而我们更有幸的是，韩姐打通了这个通路，这么多年跟在老师身边的付出，能够赢得我的跟随，能够赢得今天为各位的这段见证和解读。所以各位真的刷起鲜花和鲜花掌声送给老师，送给韩姐，送给郭大哥啊！这一段哪有人可以看得到啊？那300块钱的咖啡也就我去喝2次啊，那这一路5天就是我有在跟啊。所以各位真的，我们就看到老师是如何给一个孩子观念，给一个孩子爱，给一个孩子期许，给一个孩子示好示弱之后的尊重，能够让他有这样的转变。第一天我看到他背影都写的我不情愿，我很烦，到你听他刚才讲的，老师谢谢你拓广了我人生的见闻，让我看到了我心中女生最完美的这种样子。他妈妈第一天来皱着眉头说我要掐死他，那天听到他讲完话以后，他妈妈这样搂着他，这样亲他女儿，说我怎么有这么好的女儿哦，我心里想哇，我肉麻到极点，然后我说哇好棒棒哦，你看我说这个没有不爱孩子的妈妈，但是需要一个好的环境，好的老师和好的翻译。也没有不爱父母的孩子，只是我们在这里被老师的爱期许和点照，会让我们变成一个不一样的自己。好，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小廖的故事还在继续，但是韩姐呢就是要我第一时间啊把这个剧情去跟各位去分享。那她家真的是很有钱，她妈妈呢是帮美国大型赌场做设计工作的，他们在拉斯维加斯的家，老师说老师看了这么多房子，没有一栋比他们家还漂亮。那他爸爸呢是一个汽车的收集者，这种名车古董车就收集有上百辆，所以他是很有钱。可是这个女孩子其实教育的不浮夸已经很棒了，但是她这么优秀这么漂亮，和老师见了2次面5天的时间，就能够有人生更高的定位格局定定，以及包括已经在问到底安利怎么做，到底我要在安利事业里怎么样。我们是佩服老师，跟谁有力量，是因为老师连天花板这样子的演绎，这样子的年轻人都帮我们演绎的这么棒。今天我们布雅大哥团队、伽马郑州大哥、扎西尼玛大哥的成功，是老师经验地板级的，今天都已经成功了。我们在中间没有任何理由我们不去成功，除非我们不要，除非我们不学，除非我们不够去爱老师。所以接下来时间我就要请到了郭大哥，我觉得大家也非常的了不起。此时此刻是中国时间的1点钟了，大家呢也是从下午这个应该是2点吧，是2点档吗？还是4点档？就一直学到了现在。那安利师也是我们最有价值的学习。不是荣耀，让父母走到哪里以你为荣。我看到妈妈到哪里都是要挺挺的，她很值得骄傲。你看到你这就是妈妈的信仰啊！我们要去体谅妈妈，让妈妈为着你可以认真的学习。如果不是因为你，他觉得自己其实很年轻，他认为自己什么都经历过，所以这半辈子啊就变得无所谓无所谓。我说现在也可以过得有体面，也可以过得无所谓。我到妈妈家发现家很干净，而且我看到中国人来这边能够像你们这样装潢，这个品味没有。妈妈把你们这个环境整理的干干净净的，然后跟我讲我女儿怎么样，我女儿怎么样。妈妈就是这样一直讲，让老师很想见到。然后我被永远记得，在有一部电影叫《大江东去》，你大概没见过，就是那个谁演的，玛丽莲梦露演的，有没有？最后。因为玛丽莲梦露从那个那个电影就是演的那个女孩子，觉得自己很漂亮，好多人追她，结果最后她就失去了很多。因为他们为了离开，他们有讲两句大江东去那首歌好好听，会去找那个旧的电影。啊，玛丽莲梦露有听过吗？要不要？他就被玛丽莲梦露讲给质问，他说：“你记着，美丽只是一层皮，你要往内在的去发展，才会得到一个永恒的爱。”你一定无法相信老师今天跟你讲的是这些，对吗？你如果能听得懂的话，你的未来婚姻幸福，你的未来前途，你可以回馈父母对你不讲的。 所以，在这个事业里头，钱是最微不足道的。那老师当年在农村、在乡下，从没怎么去一块馒头都吃不起。结果呢，现在我可以请你们在这边推销了。他说：“我知道老师穷，他昨天说，我以为老师是很富的那个富豪呢。我一直都很穷，我说老师是穷老师来的，就小带着三个，老师妈妈带着三个，老师生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我跟你在理解吗？啊，老师现在可以一次请我吃饭，跟我这次去那个巴黎。” 住的是一个洲际饭店，最高级的总统套房。总统套房一天只要花5万，我那个叫做贵族套房是要给总统套房的。所以为什么督导是帮助了很多人梦想成真？那你未来你要知道，你有大气的去帮助人。像你这么年轻，给你这种价值观、人生观不一样，你的未来就是你的。 不仅仅只是有钱人，有钱人是很俗气的，那你要会变成一个成功的人，因为成功的人一定有钱，所以有钱人不一定成功，对不对？就好像你是企业家不一样，那你从有钱从穷人变有钱，再从有钱变成功的人，再从成功人变成可以做事，可以指点人家的人。 变成一代名师，一代宗师，那就是非常，不会变成错误。所以你只要想要变成什么人，你就会变成什么人。我们懂吗？那你也要多鼓励妈妈，因为妈妈过去经历的没有不可能有样板就会教她的，对吗？我们这边她的妈妈有60几岁，啊，在老师身旁60、70岁的人都叫老师是老师。 他讲说，我今年超过60岁了，还有老师就是我的母亲。所以宝贝，老师今天请你吃这一顿不重要，明天出来都一样。可是听进去的话不一样，你的前途就不一样。这就是你为什么会去念书。所以记得啊，给父母最好的礼物是什么？给父母最好的礼物是什么？荣耀，对。 而不是他们开玩笑说，不孝的人给父母的礼物是农药，让他去制造。给父母最好的礼物是荣耀，然后呢，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是成就。那你怎么样让自己变成成就？像你，哦，好多人找他拍电影，1天1个月就是10年。那他现在20几岁，10年。 整个青春就没有了，30几岁出来谁还记得？对不对？你最现实的，就是你只要超过30岁就是老师。运动界、体育界也是30岁就不能够再打。所以宝贝，这个生命啊是短暂的，可是在老师这里的话，你越老越值钱，因为你帮助了好多人。啊，你看你会选哪个老师？ 啊，老师没有说你是小朋友，老师对你讲话非常尊重你，有没有感觉？所以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成就自己？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成就。什么叫做成就？就是你帮助了很多人，你造就了很多人，你造就了别人就成就你。所以你即使再年轻，你的未来希望不再多希望，你很年轻。 你就让人家对你那种敬重有加，不是明星，不是去听真话，你是18还有人17，你17还有人16，对吧？你10岁还有人9岁，我永远不能，永远不能漂亮。所以你看我现在就在这个历史上很有名的伍德谦的这些文章，那伍德谦几句话就是刘晓庆讲过，我就想一句话跟他讲，他说啊，跟那些那个后宫36宫70儿子就讲，他说你知道吗？中国女子里头最不缺的就是2个军备人，可是最欠缺的是两个军备。 要内求，这个气质不好，穿的人好比较好。你如果气质好，你随便穿，你的气质就是撑不住的。好棒啊！喜欢你，好甜啊！都是有福气的人。因为真的，你的功劳都很大，所以你觉得越来越懂得怎么去教他。 接下来给那个家人认识一些什么，那就是好的，让你的父母，让你的父孩认识你的后半辈子的人生，让你的家人觉得有保障，有你跟我，然后这些4个礼物，记得给父母最好的礼物是什么？给父母最好的礼物是什么？不重要。 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什么？给家人最好的礼物是什么？你看，这些是像他们来跟我觉得说他可学不到，这样你的性格指数就越来越高。你并不相信妈妈会教到这么老的一个朋友啊！加油！我很喜欢这个孩子。 所以你进来这边，什么事都不可以做，你先要懂得去帮助别人。因为你就知道嘛，你的外形什么不好，你上帝给了你这么好的条件，我们更要记得到处的原理。你看大陆的到处，好像你就天最高，不就把你留下。你看老师今天是全球连续10几年疫情，你看到老师有没有亲切啊？ 有没有高高在上啊？如果肯定没有他们长得好，但是你们最精、最真实又最小。好，就我见到老师也是前几天嘛，就5天前的。然后有这么大的改变，啊？就是我跟我妈妈关系，就是大家也听说了啊。然后对啊，就是我真的在老师这儿看到了。 就是老师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爱是最伟大的力量。然后感觉非常的，就我觉得，就跟妈妈相处，就这让我看到，就跟妈妈相处的话，她让我就意识到，就是感化一个人，比就是说教一个人，就是更加的有用。就你不可能去感化一个人，比说教更有用。 就不管是跟妈妈关系啊，或是就是夫妻关系吧，然后还是跟朋友之间相处也好，就与其说是你要去改变别人，还不如从自己身上改变。那我就发现我自己改变了，然后但我也看到，就我自己改变也不是老师讲的一句话，改变自己才能影响别人，对，绝对不要反过来去改变别人来影响你自己。所以他抓住一个重点，对，然后。 我也看到妈妈就是愿意去为我改变，那么所以我们关系才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变互动。对，然后我对妈妈也是有一个，就是因为遇到老师嘛，我觉得老师就跟我一个贵人一样，就大家就说就是我这个年龄吧，就是因为在就很迷茫嘛，就是大三嘛，然后要毕业了，然后就是在找人生的方向啊，或者是以后的规划之类的，然后我一直很渴望遇到一个。 贵人可以指点我一下，或者怎么样？我也怕我自己走错方向啊，或者是没有目标，或者有很多年轻人肯定也跟我这种共鸣，就是对，因为这个时候嘛，然后我就觉得妈妈带我遇到了一个我的贵人，所以我也很感恩。分。然后我就觉得在这里吧，就是这个韩景书，就像一个小天堂。就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基督教的那种夏令营，就对，就那种大家都是很开心，然后每个人都很善良，然后都想为你，然后但是我就觉得那种地方是在世界上面的地方，不般的世界，对吧？对对对。但是你这种地方怎么可能在长大之后在社会上啊工作啊，在能找是找不到的地方？但是我就遇到大家，我看大家就是真的都是真心的，就是为了你好，我真心的想要你成功，我都已经就是准备好就是接受社会的就是毒打了，你知道吗？对，这个感觉遇到了大家真的是太就是无法用言语去描述的一种就是感觉的感觉。然后就是非常的是老师最大的骄傲。现在你看这个也是就是弯兔书衣这个皮包一样的，这个皮包叫弯兔书衣，是根本买不到的，那个里面就是弯兔书衣，哇，铁三角。现在还讲到在这边看到人生的价值嘛，对对对对，就是而且讲老师讲的人生价值来讲完这一段，就是人生价值，就是我觉得就我可能出去工作啊或者干嘛的，只是会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开始赚钱怎么样，就不会就是真正有做一个影响力的人，或者就是生活嘛之类的。但是我一直想做一个有价值的人，看到老师他是真的是有影响力，然后去改变你的人，这种价值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但我一直不知道去哪里去寻找。找到了，最高兴看到跟妈妈的感情，现在真的像姐妹一样，对。已经到位了，对，你看2天的改变呢，真的，最应该感谢的是因为有你，对，他们两个又回到应该有的。正在迷茫的时候，是，这就是人死留名，福死留名啊！我说，生命有2种，一种是灵魂的生命，一种是肉体的生命。肉体的生命再怎么样，你是有时间的实现的，但是那种灵魂的生命，什么叫做？死的活的，他走了多少年了？像苏格拉底啊、孔子啊、孟子啊，他的话对世世代代的影响。我们要变成这样一个人，所以有影响力的人，而不是变成一个有权势或是有财力的人，那只是一时的，终此一生不可能源远流长。所以我让他们要变成这样子的人，所以就像麦子种在地底下，自己的生命没有了，变成千万的生命。对吧？你们会从一无所有变成应有尽有，从贫穷变富有，这是在安利里头是最微不足道的。从富有变成名师，到最后变成一代伟人，变成一代宗师，这就是老师对你们的期望，好不好？谢谢老师。你赚到钱了，但是你没有实现自我价值。我一直都是我很想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就是我虽然之前没有听到这些，但是我觉得人生不应该只是赚钱，我觉得也是应该要实现一些什么东西的。但是今天就更明了这个东西是什么，那就是帮助别人，然后成就，就能成就多少人，成就多少人嘛，对吧？我觉得很好。宝贝，你看他价值观多棒，他又不是只是在赚钱，而是你是因为是帮助别人赚到的一件事，这个才是他想要的，懂吗？他很棒，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是正确的，他的人格是健全。老师也是教我们要有健全人格，对吧？全这样啊。